安怎？爱早就紧讲啊啦，有讲才有机会，看无机会啦。啥物？玻璃哦，音响哦，手提的哦，你敢袂讲这粒？这粒哦，这粒是手提蓝牙音响，你家己帮着良心讲话，伊的质感有赞无？伫阮卖你的质感，敢若赞尔咧？你也看人的品质呢？这品质有优无啦？对无？你有手机无？你若讲有咧做生意的，有足侪人店面都有咧听歌。你像我有开娃娃机，娃娃机嘛咧放音嘛，我听我咧插这个尔。吼，你来去娃娃机店看，就是你啊，你听不来。你当插电插咧听歌，啊，若无咧做工课，像咧工地啦，倒啊工厂做工课无聊无，放咧工厂，放咧工地嘛。你电啊插咧就好嘛，伊免充电。你要再出门，你也充电哦，电啊充好，拜当当当久你听无来。手机配对蓝牙，会当听歌，会当看影片。啊，若无咧。会当插随身碟，买当插机卡，买当听电台收音机。恁搭个麦克风，会当插麦克风呢，会当唱歌呢，唱卡拉 OK， 会当选，会当选机制做，买当用嘞。你听无来啦？甲阮拍位落来，音质消水的，这个音质也无水，提当是我钱，我是你爸紧哈。你看伊外观的质感有赞无？哦，人重气质，音响重音质，你听无来？知影无？安尼规组规就拢好哩哈，赞的，那不是要笑的啦，这边喇叭啦。这边是低音炮啦，好听无？来啦，这是公的，开玩笑的来。哦，这边是低音炮哦，这边是喇叭哦，好听无？来啦，做水啦，这是公共场所，我咧放过，这第一次咧听音乐水到泡杯，是不？来，好听讲的，不然你平常有钱，我是面都不要紧啦，你听无？来啦，你家己用也好，开店要用的买晒，做餐馆要用的买晒。